今晚咱要来邀请王玉川老师甲陈美珠老师两个人同齐来甲咱表演翁仔某的小宝。陈美珠老师吼，真予人怀念，真予人少年学乐时一手的电吉他。但是大家看到吼，伊今日稍等下，大家会去发现手骨较无方便，无注意跌倒，无法度来弹吉他，甲大家来留念。稍等下，大家都扑啊声吹较大声咧。王玉川老师会看大家扑啊声有大细声，现场来变化真精彩。来看王玉川老师甲陈美珠老师翁仔某的小报。我娶你这个查某是无路用，无路用，我袂将坦荡啊！你就甲我安尼开头先，讲甘都不要开，一日食饱，干阿要结心情。好，无想你食老安尼，哦，也趁人流行。哎呦，那讲第一是食，第二清，啊，咱人这个食清是半生性，一日也减啦，吃得死啊！遐欠无路用，迄落靠脚穿甲骨减一平。我靠，减一脚是啥关系？啊啦，这是我的欠钱的问题。好，操你哟！俺拢总袂晓想歹事。还是你这个面哦，就甲我为乌甲擦白。哎呦，哎呦，为歹抹粉是真侪人。名声不知是谁卡胖，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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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娜，你身躯穿个油柔加遮重，哎呦，你个裤底个破遮大空，要哪里穿啊？你是假外孙，嗨，我要叫你，是你假人外国嘴，当然了，哼，卖大风头，别放臭屁，嘿，你若要放，你就先卡开，哎呦。啊，咱人食清是应该爱，讲啊应该开，就爱尽量甲伊开，对吧？你身躯穿个遐尼歹，啊一世人哦，甲得滴啊钱滴咧，来做做自乐哉。原来你这个查某是上讨钱，白啥子？你个前途啊唔清，你再甲我穿皮鞋。明明搁加挂迄两地，两地，啊！你明明是咧开钱，搁加加加。哎呦，要收得落榜落榜！啊，你拄啊真牛戆小体！哎呦，啊！我你现阵加两地，你也敢管，何拢海来走掉？嘿，好好，啊！你这种吼，拢无想咧红阿婆结发，这尼啊真久，咱嘛都安尼较好心咧，卖甲我糟蹋吼。当这是因为这个。现在伫咧文明甲流行的问题，啊！你甲我管到遐详细，啊！并不是要甲你做嘛去冤家。迄冤大的皮鞋，你着安尼袂晓穿。啊！我台啊！来咧行路，亲像安尼脚腿。你若我用我安尼行，你阿姨嘛阿姨嘛。明明哦，是得下死钱。哎呦，你形象恁两块过。落来安尼关隔壁。哎呦，啊穿了无好势，就一边关甲一边隔，还是怎？哈，我跟你讲啊吼，啊有影你真牛共屁笑。你看哩，你个衫裤穿甲是要出张，你若穿差吼，出唔哦，甲鬼都无亲像，比人迄个倒步也较像。我找到你这个土生阿婆。哪个？透早你按水粉团一直讲，就落来泼粉啊！讲我的衫裤拉倒步，哈！你捌这衫？捌衫？我唔免阁开钱去买地裤。哎